就大胜利，超的 Game Show 综艺节目，能为了迎接光辉灿烂的2015年呢、啊，我们可以说是全国上架各大频道一个最大型的节目。好，这是个不是普通的综艺节目，是个什么样的节目呢？姚元豪，这是一个呢充满德智体群美的节目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的个目标有这么大吗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？阿喜，我们就是超爆笑，超暴走。这会让大家热热疯狂的一个大型的游戏节目，因为是断线，是断线的意思吗？听一下连静文怎么说，这是什么节目？这是一个没有形象，只有荣誉感，只有没有形象的节目。只有没有形象的节目，对对对，没有形象，就是玩到没有形象，对，就是没有形象，好像，所以每个人花枝招展的来这边都是白打扮的啦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们要珍惜你现在最后的长相。最像人的就现在这一刻了，马上，我们现在暖身一下，王继兴暖身赛。这是一场艺人间互相陷害的心机战。他是舞台剧演员，他应该是很会背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力气我大。被害人只能卖力求生，才能从淘汰名单中脱逃。请你专注，好在意啊，他这个表情，我的书会不会哭啊？他们奋不顾身，他们痛哭流涕，都只是为了这一刻。你要淘汰的是超新颖的综艺逻辑，超新鲜的爆笑游戏，精彩内容现在开始啦！一起来！小子酱有看。第一个单元暖身题，向左向右看啊。好的，待会呢，左边右边非常的重要，这暖身啊。不计成绩，想完成看个人资质啊，这个节奏感非常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抓住自己的节奏感。好的，很快的，听完题目就要做出了选择。好的，哪边是对呢？对的要看左边那一击，对着镜头，对着镜头，我圈到圈那里，对，要理他。对对对，如果是错的话，要看这个机器，他就他。好的 ，pose 要摆好看一点哦。预备，对着看这边，错了看这边。好，看我这边。对，其实我们不见得。对，大家反应都很好哎，非常好，方向要看得清清楚楚。暖身开始，两个向右看，一二一二。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，落。一二一二。海绵宝宝住大榴莲里，落。擅长紫砂球，落。好厉害哎！啊啊！红绿灯号志，最右边是绿灯，落。等一下，你们好像打错人了，会打错的。最右边是红灯哦。最右边是绿灯，红灯到底什么？红绿灯号志最右边是绿灯，对，这是对的，是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们是侥幸了，我们是侥幸了，好侥幸，他们两个对。而且你知道我们刚才想说他们是不是打错人？我们两个人是要禁止，他们是不是打错人？他们是不是？有啊，两个在。我让我了解一下。我们有打错人吗？应该是没有。对，我们没有打错人。我们怎么会打错人？有打到人就是对的。别，谁要的酱油？开，开，开！足球金童就是贝多芬，落。哎呦！等一下，他说什么金童？足球金童。什么金童？
听成小便金童。小便金童，那也是贝多芬。贝多芬也不是小便金童啊，贝多芬小童嘛。所以我一下转不过来，什么？很难呐。杨队长有，看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牛魔王老婆是香蕉公主。十二生肖第八个是羊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你们自己数一下。虎牛虎兔羊龙蛇马羊羊。哎，有改啊！哎，我这有点刁钻耶。这太恐怖了吧？对嘛？这哪有时间反应啊？第八个是羊羊，每一个人就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到底是谁跟谁啊？为什么不答对？对呀，你刚刚有点见谁发牢骚啊？对，有点见谁的感觉。都猜的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是猜的。数牛顿的是吧？要死大家！对耶，刚听完节目就要答了，哪有时间数啊？行，谁要不想有？开始了。A 二，小红帽是格林童话。诺，格林童话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安徒生吧，相信自己的答案。相信自己的答案，安徒生是安徒生。好帅，刘宇龙，刘宇龙，目前多少？对，刘宇龙、刘磊希两票，没有同年的小孩。好了，刘宇龙，你离我们下一个毁天灭地的惩罚越来越接近。不要诅咒我。第二个项目，看，开始。一二，兔子的前脚比后脚还短。Look， 前脚比后脚短，前脚比后脚短。相信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前脚比后脚短，要不然那怎么跳啊？前脚应该是短才可以跳。你说的也是有道理。别，你看一下答案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真的啦，正确啊，前脚没错，是对啊，比后脚短，对。兔子后脚比较长，我在想那个看我对不对？好，刘宇龙跟杜思梅听牌，对，然后坐下面有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。米老鼠有五根手指头，露，抬头看，抬头看。端午节要纪念屈原，露。姚元浩女友叫做钟欣凌。哎呦，过关了！杜思梅、刘宇龙，毁天灭地的就位。全开，各位看到了这个部分呢、啊，球只是比篮球大一点点而已，是大很多，现在对，一样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现在两个人抵抗在这边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试完之后呢，发现被打掉。手牵在一起，两手牵，要互抱在一起，对。雨柔的腰也太细了吧，看一下我的腰。束腰哦，快拉开，进行。好可怕！我怎么感觉从我这边散开有三颗？现场五秒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剪一下，假胸部掉了。胸部在哪里？真的。好，第二组暖身，请准备就位。
第二组的暖身，我们派出的组织群代表阿喜来喽。题目非常的好玩，跟着走，聊得上有开。苏打绿，主唱是阿信。入。一、二、二、一、二。骰子总共有八个面。入。雷神索尔的弟弟叫洛基。洛。哎雷神索尔的弟弟，你是寻仇是？雷神索尔的弟弟，你刚刚有点在寻仇的感觉。雷神索尔的弟弟三圈两叉，对。雷神索尔弟弟叫什么名字？洛基啊。洛基啊，不是他亲弟弟啊。他不是他亲弟弟，他名义上他弟弟啊。对啊，他叫他弟弟。那么那还有哪个？My brother。雷神索尔的弟弟叫洛基，答案是对的。答案。来，小的向右看。六角形共有八个边。六。F2F2。彩虹第五道是蓝色。六。哎呦，有出入，有出入哦。等一下。彩虹。你们要从哪里算？彩虹的第五道，我们都从红色开始。红色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没有动作摆好，动作摆好，动作摆好啊！动作先摆好。你刚刚是圈还是叉？圈。你刚刚圈好。对对对。打。对，这个要看清楚，我们用的是这种软棒，好舒压，绝对不是这种为人的蛇龙哦，不是那种。真的是，我觉得立冬在打人，他又穿着一身黑，真的很像来寻仇。真的，这游戏好舒压哦。舒压，各位准备，小组向右看。1 2 1 2 1 2 1 2 up。一分钟等于60秒，落。等一下，他为什么比叉？为什么比叉？对边就好了、啊，不是吗？我手比较大、啊，不是带不进去的。对边，因为我手带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只能这样。米奇老鼠只有四个手指头，为什么有第五只？你作弊！所以他要打，因为这样子打我。不要打，这有追溯期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继续。小组上有看，注音符号有39个。2月23是双鱼座。2月23号是双鱼座，是对的。需要这样吗？他直接打，直接打。所以我刚刚第一题错，你也是这样打我的吗？没有，确定？刚刚没有，确定？确定？不掉袋子，因为刚刚差一点被你打死。啊！这个是软棒，能够打到会痛，你知道多用力吗？很厉害，他直接跳起来，每次打完后哦，你多开心啊！输呀！节目照播出还不到10分钟，满身大汗。我们都跳起来打，但是都做效果。他跳起来是直接棒，就是像往起来打。真的，我看到，而且他跳起来高度有这样。太高！他想灌篮。交代一下好了，他可能认错人，他是哈笑宇。哈对，他不是孙鹏。啊！你回去。他会打孙鹏啊？太孙跟鹏哥都打他。你回去。继续啦，来，节目上有看。1 2 1 2
是吴奇隆。鹿。哦。继续。这是霹雳虎。霹雳虎。继续。N 二 N 二。八项号码，总共有八个。鹿。总共有几个？答案是，答案是八个。答案。吓死我了！你在这干嘛？跟你张立东，你打我，你打你真的很过分。来，现在你打你莫名其妙。打我，你都打了，打他，不用。你在吃土，你在吃土是不是？你在抹奶油啊？来来来。你在抹牛油是不是？这是一场艺人间互相陷害的心机战。他是舞台剧演员，他应该是很会背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魔力比我高。没有啦。被害人只能卖力求生，才能从淘汰名单中脱逃。他们请你专注。好在意哦，他那个表情。哇，这输了会不会哭啊？他们奋不顾身，都只是为了这一刻。你要淘汰的是，超新颖的综艺逻辑，超新鲜的爆笑游戏，精彩内容广告后马上登场。抹奶油啊！来来人，来人！你在抹牛油是不是？这三明治吗？我只是打累了，打累了。休息休息。刚刚都打累了，打累了。好了，继续。还有，谁要的声音？三、二、三、二。篮球之神是 Michael Jackson。Look。有点。乌克丽丽有四条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乌克丽丽是什么？看过没有？我以为三条，记错了吧？三位弦才是三条吧？嗯。啊，乌克丽丽四条弦。张艾雅可以说是后起之秀啊，后来居上了，后来居上。你目前跟哈笑远听牌，来跟你说他先画嘛，对不对？准备，小朋友，看 ，N R N R， 阿拉丁神灯是西方乐坛 ，Look。男主角是杰克。哇，厉害哦！怪兽大学里有巴斯光年。怪兽大学。答。哈哈哈。不仅是一枝独秀，还是后起之秀，最晚开张的，最快达阵。你啊，真是没办法小看你。最后一题，再帮你解释一下，巴斯光年是在《玩具总动员》里面，他没有在怪兽里面，没有。好啦，要打，快打啦！谢啦，感恩，感恩，不错了，感恩，就一个人独享啦。对对对，三 D 武力全开就会。看到没有，一人独享，大家全部一起来陪你。怎么那么多人呢？你看他，而且高度上排得好好的，从我的角度看起来，好像就是一个坟呐。你不要乱讲，一个坟啊，风水太不吉利。非常好，有靠山，你往后面看看，真的舒不舒服？弹出去没事。是个绿油油的坟头草，那以后再有就好，现在还不用吧，不用这么早拜我吧。谁拜你？我们送你，没有拜你。拜喽，好，轻一点。准备，各就各位。好，越远越紧。
掉了。好可怕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拉拉，你那个混蛋，你这游戏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玩。我要吐了！哇塞，为什么他这感觉像跟五芒星一样？哇！你看一下刘雨柔，哎，好厉害啊！现场准备，感觉跌倒了。现场五秒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张立东啊，对啊，这么像刚刮，真的很下流哎，张立东，他都故意把人家打痛，然后过来摸摸，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对，而且他还说他要负责吗？对，会掉血血吗？问吗？超红的，痛不痛啊？痛啊！你什么可以放开？有点久，好了，我也是来看一下他的灾情，好烫，看用眼睛 ，not hand， OK， 烫烫的，烫烫的吗？烫烫的，不要再摸了，不要再摸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暖身赛，辛苦大家，谢谢。